你先发声明，跟他撇清关系，然后让他走人。那这份合约也没有继续的必要。尤曦，昨天晚上有人在论坛里发帖，深扒尉迟瑶瑶，说他说什么了？说他靠他爸上位，学历造假，擦住人家感情就是个小三儿。 影响呢？影响不大，小范围冲锋，已经涂板了。对方来势汹汹，这一看就是有目的、有组织的抹黑啊！这瑶瑶已经被人肉了，给我找人去山铁见一个删一个。啊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安排两个人手去。两个，全部调过去。又先。 这可不行啊！宋铁哥的水军都已经穿上天了啊！这瑶瑶就是被骂了几句，没什么大不了。这关键时刻，咱也得分轻重缓急，对吧？你要是不干，不用宋铁哥黑我，我自报黑料。哎，你，哎，雨欣。 人不见了，你在看什么？于老师，我在看食谱，想给你做饭。有我在，哪有你下厨的份？乖乖等着。好。还有啊，最近你就先不要上网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。 网上都是我们俩接吻的照片，我怕你害羞吗？哦，你要看也行。那我不看了吧，不看了。走吧，给我做饭。好啊。 廖九，于老师电话。啊，小木头，外面是不是下雨了？你衣服收了吗？啊，我忘了，我现在就去啊。喂，干嘛？哎呦，尤其啊，张总在公司大发雷霆。 知道了，我现在过去。于老师，衣服我收好了。小木头，怎么了？公司有点急事，等我回来再做给你，好不好？是公司出什么问题了吗？也没什么大事，我们俩不是恋情曝光了吗？ 什么婚纱旅拍想找我们做代言？啊？逗你玩的。等我回来。嗯。走了。嗯。走了。 游戏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，这么关键的时候不通报我一声，私自动用公司资源，啊，去帮助一个小助理公关。周大壮，你不想干了是不是？张总，是我让他这么做的，与他无关。游戏，你以前任性。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这次事关重大，不能再挂人。现在通知公司所有公关力量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帮助尉迟瑶瑶解决危机。游戏，你别得寸进尺。这不是得寸进尺，这是我的底线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行，这样。
你先发声明，跟他撇清关系，然后让他走人。做不到，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。那这份合约也没有继续的必要了。游戏。